屏东太武乡产业发展馆21号开工动土，希望打造太武咖啡观光聚落，让原乡精品咖啡有机会在国际市场上发光发热。产业发展馆的未来，我们充满着希望，因为目前我们特别呢推动我们特色产业行销到国际，我想太武乡的咖啡将来是我们特色产业很重要的行销的主力。我们希望这个馆早日完成，让这个产业呢能够行销到全世界。太武乡产业发展馆未来不仅希望打开外销市场，也可以创造经济效益跟在地就业机会。这个产销馆成立之后，希望能够促成我们部落，或者是我们太武乡所有的就业，也希望能够借着我们这个产销馆，对我们咖啡农能够有很大的帮助。希望对我们的咖啡有帮助很大，还有改善我们的生活。产业发展馆将兼具观光及教育功能，未来将结合部落工艺与农产品产销中心，还有乌拉鲁兹文化馆，促成太武咖啡观光村的诞生，让原乡产业实力耀眼国际。记者柯舍，屏东太武采访报道。